由消費者委員會、香港記者協會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聯合舉辦的消費權益新聞報導獎，是新聞界每年的盛事，一直受到傳媒朋友的廣泛支持。在新聞界的每年盛事，不經不覺今年已經是來到第20屆了。歷年以來亦是累積超過3000份的新聞作品參賽，成績是令人鼓舞的。我們消委會一定會是與時並進，緊緊希望掌握住時代的脈搏，是盡我們的能力是維護香港消費者的權益。而要達到這個目的，我們更加需要各位新聞界的朋友是一如既往對我們的支持和鼓勵。在這裡先恭祝獲獎的所有新聞界朋友，亦都感謝評委的工作，